我一直没有想明白，打球的时候明明就相处得很好，怎么打完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没有任何细节可以推敲？没有。那只有一个结论了。什么？他有神经病。小姐，你这样安慰人真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哎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。今天老家来人了，脱不开身，要不然我早就飞奔过去陪你了。没事，你去忙吧，反正我今天没心情喝酒，散个步我就回去了。好，情况特殊，十年暗恋一招喊出。今晚呢，就允许你在深夜街头溜达十分钟，然后乖乖的赶紧给我回家。嗯，好，拜。嗯，拜拜。朱立成，我可不是关心你啊，我是看你今天太倒霉了，等着看你笑话。在意啊，不过是一小球赛而已嘛。人生处处有竞争，没有人可以永远赢的。你是同情我还是可怜我？你是我陆立成，不需要别人同情。你这次找错人了，你还是先同情你自己吧。我同情你什么？我是来看你陆立成怎么在酒吧里面被女人勾的。你不错啊，醉成这样都有女人要。行了。